嗱，呢度咧就係麗閣啊，麗閣社區會堂啦嚇。咁啊，之前咧就大排長龍嘅。咁你睇到呢度咧，佢話2月12日起啊，向所有人士派籌。嗱，即係話咧，之前嗰啲咁嘅大排長龍咧，啊，就係出現問題啦。深水埗楓樹街遊樂場，咁啊呢度咧，依家冇大排長龍啦喎。咁啊派籌啊嘛，嗱呢個現場啊，現場就攞籌機啊，現場就攞籌機，嗱但係呢度咧就喺呢度派籌啦，嗱呢度派籌，啊即係有人手派嘅，人手派啊，一個鐘先翻啦，一個鐘先翻，即係就排一個鐘，咁啊即係你可以睇到咧。其實可以解決到之前啊嗰啲咁嘅打蛇餅啊排大排長龍嘅問題嚇，咁但係咧都一樣係要排喎。原來咧攞籌啊，攞籌都條龍都唔短嘅喎嚇，咁所以咧就繼續叫人檢測，繼續叫人檢測咧，繼續即係過萬宗就冇得。冇得隔離，又冇得喺醫院嘅，咁啊，所以咧，你睇啊，淨係攞籌啊，攞籌條隊啊，都唔短嘅嚇，啊，所以咧，依家個問題唔係淨係檢測問題啊，係檢測之後點去處理，點去隔離。這個隊尾了，排隊的龍尾在這裡，之前是打蛇餅，但是現在呢要做好一點，但是問題仍然就是停留在檢測、數以萬計的檢測了，接著怎麼辦？醫院又爆棚，家居隔離就互相感染，所以現在是未解決到的問題。